什么东西？在哪里？他刚才叫很大声。来，给你拿着。掉下来。没有他，他在。你快抓！这个给。飞走飞走！哇哇，飞走飞走！哇，你会抓蝉呢，爸爸。蝉小时候常抓。刚才好，刚才叫的好大声，给，对不对？有看到。好，看到了。爸爸以前是抓蝉高手。抓蝉这里玩。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爸爸，你以前是不是抓蝉高手？爸爸抓大蝉了。不是啊，小时候经常抓一堆来玩啊。哎，蚂蚁，你手上有蚂蚁，爸爸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点，来。哎，蝉又飞走了，有没有？哇！哇，爸爸好厉害哦！爸爸什么都不怕哎。小时候常抓，抓一堆啊。它会滴，对对，刚才就是这种，这种在叫。各自夹，各自夹，各自要抓，有没有人敢抓的？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我来看爸爸抓。他尾巴翘很高，屁股翘很高，然后再……他在伸来。啊，不叫了。飞走，没关系，他们要抓。快点，这谁要帮我抓？怎么这么多这种蝉？我没有看过这种蝉呢。哇！这蝉的，这叫……你们有看过蝉吗？我没有看过这种蝉呢，我看小时候常抓在。那个蒙阿波啊，没有在那个金建国中草堆那边超多，操场草堆超多的。放他走了，放他走没关系啊。吹吹，有没有人要抓的？妹妹你抓一下，不会咬，手过去就好了。姐姐，那你手扶大胆，手这样子，它会爬过去就好了。它很乖，它跟小猫咪一样乖。姐姐来，好，不要抓，不要抓。不敢，好，那我把它吹走了，来吹。感觉会有汁哎。哦，飞走了。太远了，看不到。三只哎，三对，是台湾蓝雀，喜鹊是两只的。哎，等等我！等等我！Oh my god！ 爸爸，这很危险哦。是啊。小心被叫去学务处哦。好，去学务处做什么？罚站吗？姐姐今天好玩吗？好玩。妹妹好玩吗？好玩。哪里好玩？那个可以看到这种蝉，然后还遇到很多奇幻的鸟，还有一只死掉的毛毛虫。哎呦！妈妈，你看那棵树，之前就不知道长成这样。他以前这边一排整排到上面这边来哦，全部都砍掉，后来被砍掉一半了。哦、有没有看到鸟巢？哇！好像
日，他平常日也要来，他就是假日。你说寒假的时候或暑假？对。那你们要去海科馆坐火车吗？海科馆站，坐去瑞芳，吃龙龙凤腿再回来吗？龙凤腿，龙凤腿，还可以老师去吃。今天龙凤腿太多人了，今天假日一定很多人。嗯，我的龙凤腿就这样的消失在我眼前。不然这样好了啦，是的，我们这边有的腿你要不要吃？爸爸的，好，叫阿卡，来快点。但是你爸爸是只能吃趣味的，如果你们要吃粗饱的话，自己看着办。好，小林嘴巴擦一下，怎么都有啊？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